八仙菜的故事，千多年家做好事时节，都八仙菜。八仙菜用来头有个人虽然我家库但为人老实又善爱人爱比如讲，迪拜白宫时节，大家都白宫。 保佑自家神官发财，书记老年莫穷用。其实桥八公岗，他年天下年人富，不怕风尘一人穷。第自家苦到连一两衫都买不起，恨少年无衫着。十床有个妹嘢，恨错错，人看我背。

别人哦、啊，一日莫不养，早写心梦茫；我一日莫老公，早写难听堂。嗯俺我还去爱结婚呐！哑巴无奈何，就讲：“哎哟，好啦，我本一条马诶，唔骑得马诶，向南行，半路总不得停咯，一车定下马诶。” 在家庭考虑嘅同时，就可见到唔爱结婚嘅对象呢。多嘅是唔少嘅太马姑生、咸三生，嗯，不爱、嗯、做老公好吗就可以完成你心愿。芥末叶，就街种行，马嘅向南，白话鬼半夜，来到一只太平通船。 马诶忽然顿点唔行，失虫的猫爷感觉奇怪，就跳下马来。佢看到比同都有一个人跌个潮水，心肝动跳，就太闲散散。四阿哥诶，你不爱做老公好吗？比同都潮水的小阿哥诶，就是放胆。 看到有人的笔筒顺台上横杠，本给做不让，吵一下架。我去了一看，笔筒顺讲滑的人，是来讲么耶？给下动牌色，再看顺头一条马的，动动这个是东西，给台上横。诶、欸，快替的，你该马的，龙牙上不是替的。 原来啊，分蛋不卡贫穷，无衫，无恶，过不着用无干做衫熟睡之前，拿无干衫，用、啊啊啊、到鼻汤说撒本些阿子的马嘅湿特气。勇敢神咯，小阿子随时将加到延伸嘅哦，得本分蛋。两人见面以后，小姐说明来意。 方丹假片唔敢应承，就万年推辞，手智心意见听嗯，本杰泽。方丹无干无塞就上。唔多，捱土机到阿乌卡看看啊！佢看到阿乌卡暗哭以后，就会刺痛走起。嗯，我说，两沙土地乡哈在乌卡。 呀哈！八仙桌子一酸，地道方蛋外头丹不用嘞，嗯喷的方蛋，蘑菇好结婚。就连夜拍的甜饼甜浆，为方蛋两公婆，起个一撮将将的墙头牙砂，味道嘎甜嘻嘻。铁片又制作的一步，金紧热浪的八仙菜，挂地门面档。八仙菜肚个八仙。 还未研究白眼，一时之间闹热渐渐。等到方辗转来，发现吃假的屋变都暗强，知道东奇怪的事情。小莫爷出讲：，你要不卡比牙不卡还卡强呢，唔、嗯嗯、用偏爱喏。梁三就阿娘结婚嘞，新娘的阿爸系杀虫。 撒藏是精朝时代，一定不给有钱人。他知道莫耶沃卡有按好的东西，去打磨，刺到一件事除了夹莫耶家孙沙找文物八管来家沃卡了。他讲：天公你呐，太家来雅沃卡看，雅沃卡没有善舞奏乐跳舞给白咸菜哦。 天热热，云雾白杆，全部来到杀虫屋下。没想到一得把咸菜，杀点缩缩暗洞洞，无生无色。云雾白杆来嘅就呢，要杀一枝，给杀一枝，都係讲杀虫何苦归天下？嗯当心蛋一身片。 从此以后，客家人每逢喜庆宴会，都会在门面蛋、挂白咸菜，并演奏白盐呀，就系白咸菜的故事。